教训女儿反效果，杨浩如自讨苦吃。我女儿以前都会这样子，很痛哎！你妈妈也是花时间在帮你绑头发，你那什么表情啊？而现在怎么样啊？对，你这样弄橡皮筋拔掉，她就说：“哎，我谢谢你啊！”好像杨浩如哎！看完《爱的荣耀》后，请继续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以上节目由大汉酵素冠名赞助。小孩童言童语，让爸妈哭笑不得。有一天，他跟我太太打点滴，突然听见“噗”一声，然后呢，我儿子说：“妈妈，你真的不应该放屁这样子。电梯里面这么多人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那就是你的，因为我已经闻了好几年了，那就是你。”每周三、周四晚间10:15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以上节目由大汉酵素冠名赞助。妈妈的前世情人，现在全是垃圾柜。拿出来一个羊奶，我说我就开始念，你为什么羊奶瓶喝了你不丢掉？哎，又拿出一个，哎又拿出一个，拿出9个羊奶瓶，9个！我洗我儿子的制服也洗出圆规哎。每周三、周四晚间10:15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以上节目由大汉酵素冠名赞助。好心帮朋友代购，竟然搞出大乌龙！我看到一次大概才30-40万吧，在天哪！对啊，这个代购也太大了。真的很有心，真带回来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联络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我最近手头不方便。”好笑了，过2-3天吧，我打给他电话不通了。你看，这真的得不偿失哎！看完《爱的荣耀》后，请继续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以上节目由大汉酵素冠名赞助。经济起会很安心，被骗想告也没用。哎，有一天他就打了电话给我，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要起个会，我要半年后。”我的表姐就两手一摊，讲我没钱。啊，倒会就是那种银行法违法基金缩小版，告赢也没用啊。还是请大家三思而后行。每周三、周四晚间10:15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以上节目由大汉酵素冠名赞助。海外遗产追不追？伤透脑筋，原地放弃。就是我爸爸过世的时候，是有遗产这些嘛，但是我爸爸就是有一个小三，然后那小三不在台湾。你要想到你追到那个钱之后呢，你要先付律师费，你有可能会负债，那你还要追吗？听完以后，那我们就放弃好了。每周三、周四晚间10:15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以上节目由大汉酵素冠名赞助。